多大？没有写。范围多大？唔知。列宁民众活动中心如果只是一个会议室，你啊，阿里巴在没有民众活动中心啊，到底范围有多大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图哦，整个固定面积来背哦，我们的社福团体哦占了一半，但是是社福团体跟我们居民占了一半，另外一半全部都给商业使用，比例和原则也不公平啊哦。当然了，我刚刚来到现场的时候哦，我要一个这个书面资料。我们的开发公司劳工，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天不知道会来那么多人，所以没有印这么多资料。我听得非常火大，我说你今天要来到现场，不管有多少人，你资料就是要准备齐全，不够齐全就赶快去印。什么叫做我没有资料集中？那大家怎么看？大家不知道整个内容怎么去看？所以你刚刚才会很多人质疑有没有黑箱作业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所有的议员都一直在旁边，在从中在监督哈，这个部分也请大家放心。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我们坐下来，所有的议员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单位在哪里？政府单位在哪里？一个环评的案子，从头到尾整份的资料都跨过了。你说你今天是环评说明会，哪里告诉我环评的内容是什么？里面都没有啊。没有写什么环评的内容啊，没有告诉你今天怎么做啊，包括刚刚在座所有的民众关心所谓树木保护问题，这个案子我们在议会也一直强烈要求开发公司树木保护问题你要怎么处理，为什么要把一些树木全部移植掉？我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巨蛋所有的老樟树，一个80岁的老樟树，本来它在那个地方活得好好的，就会因为它的开发案，而且开发的范围还不在他那里哦，把它移走了，还得那个老樟树给死掉。我想我们那个绿党的那个潘先生也知道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么注视这个树木的问题？因为树才是未来我们整个社区提升我们社区品质的一个很好的资产。我们希望这些资产要保留下来。对不起，我看到的是没有，只有保留20%，其他的呢还没有给我们议会一个交代。对不起，不讲这个开发公司哈，你们虽然跟大家讲这个案子差不多定案在这里，但是我跟你讲，议会还是可以翻案。如果真的处理不好，议会还有事情，以后有任何讯息，麻烦第一个时间通知我们所有的议员，每个人都给一个出面资料。会关心的议员，持续会再去关心。虽然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每一场会都来参与，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来帮大家捍卫我们的选区的园区。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没有反对开发案，大家的共识是没有反对，但是怎么做呢？刚刚李长也讲了一个图书馆，你一个小孩子教育小孩的图书馆都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呢？你的旅馆盖那么大，你的住商大楼盖那么大，我的一个小小图书馆就不见。所以我想哈，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心，只是我希望说开发案能顺利，但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我们先沟通。如果真的当然不行的话，抗议还是必然存在的，不是说没有。还有刚刚侯建议也有提到，我们广慈医院设有两个停车位，结果呢，我在看到我们刚刚报告里面的这一点停车场的规划，地下停车场共有设10部游览车，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啊。那你今天一天到晚环评还没过，现在给我施工，这该我开始整地，你要这事情怎么交代？戴金龙公共清洁，下面每条都没在挡啊，我怕没起来。我也希望请大家哈，因为今天真的辛苦大家，大家坐那么久，虽然我们比较晚到，因为今天有很多活动在跑，跑到最后我一定还是要来，因为我知道答案会是什么。我开始为什么一开始我要看这个书面资料，我要看他给市民怎么交代。结果很可惜，交代的没有非常完成，没有非常的让民众给你觉得放心跟安心。我想后续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我觉得开发公司你真的要负起所有的社会责任啊！这个部分我还是会持续在监督。那我也希望说，接下来如果居民真的需要的话，我们议会我们9个议员，这个选区总共有9位议员不分男女，我们再召开一次说明会，到底接下来怎么做？然后我们树木保护怎么处理？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的图书馆要怎么弄？在还没有完全定案之前，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再把这个社区调整得更好。那我希望大家给我们所有的意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
家的。我补充一下，麦克。这位啊，你们。